当的夏天了吗？谁说夏天只能热浪滚滚？来九江，用一池清凉唤醒身体的每一个细胞。飞流直下，一波荡漾，奇峰险峻，这是大自然给九江的礼物，也是九江给我们的美好旅行。山野的风声让人留恋，回到城市的慢生活更让人惬意。好友、街头、散步、饮食。夏天傍晚的风是一味可以褪去疲惫的良药，夕阳西下，九江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。九江的夏天是什么样子的？是乘着游轮拥抱自由，是山间漂流和夏日撞个满怀，是登高望远感受微风的轻抚，是溪间汤水寻觅大自然的气息，还是与友共赏这浔阳城的独特魅力？所有对夏天的美好想象都能在这里找到。夏天已经悄然过去，但九江的热烈永不停歇。